首先呢，我们先给客户说一下这个认数标配的一个探头。探头的话，我们先看一下，有两个不同深度的。第一个是呢是这个0.8cm 的，然后第二个是1.3cm 的，这是两个不同的治疗深度头，主要是看客户的肥胖度去选择好这个治疗头去操作的。这个数值呢，代表着我们那个打点的这个深度，所以客户呢，就是后期啊，在操作的过程中呢，需要选择好去操作我们这个哪一号头。然后现在我们先看一下机器手柄，我们在操作前呢，肯定需要先装上手柄的，连接好我们机器上面的手柄线，然后再装上我们这个支架，支架安装是比较简单的，直接把螺丝拧紧就可以了，卡进去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可以用到这一个透明的杯子，主要是放在上面呢，放我们这个手柄的。然后，手柄的探头安装的话也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安装的话，先拿到这个要操作的探头，然后呢。这个孔对准我们中间这个这条杠，我们把它插进去。对准好之后呢，我们也要确认一个位置是否有没有对齐，就是这个芯片，这个芯片呢一定要对准我们手柄上面的这个插孔才行。如果没有对准的话，硬插的话会把手柄的探头插坏的，所以客户那边要注意一下。我们对准好之后呢，我们就把它给插上去。我们确保这个头呢已经插稳了，那我们现在这个头安装就成功了，现在已经插紧了。如果要更换我们1.3cm 的探头的话，我们就需要把这个头呢拔下来，然后再换上这个1.3的探头去操作。正常对我们身体部位操作的话，可以操作0.8之后呢，再进行1.3cm 的探头再操作一遍的，因为它们俩打的深度呢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些配给客户那边的测试杯，测试杯的话，它也有分这个深度的，我们先看一下这个0.8。0.8，就是说我们测试的时候呢，就用到0.8的探头去测试。如果用1.3的探头去测试的话，我们就需要用到1.3的这个测试杯。如果客户是混着来测试的话，那么我们打出的点呢，就是有点差别的，而且打点呢不是很美。现在我们用这个0.8教客户去测试一下这个机器的打点。测试前呢，我们需要往这个杯子里边呢加一点纯净水了。我们往杯子里面倒一点纯净水，尽量这个纯净水呢，倒的时候尽量能倒在这个。这条横杠这个地方，或者再多一点也没事，但不要过于太多了，或者说太少了。现在我们倒进去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探头的能量设置一下，然后我们就开始操作这个打点测试。我们把探头呢插进去，插到这个杯子的底部，然后摁下这个这个准备按键。准备之后呢，我们再摁上面这个工作按键，然后看它的击打，这个打点的效果。
好，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它全部打完了，我们就把探头拿起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呢，就是我们刚刚打出来的点，就是这样子的。哎，画题吗？啊，现在我们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操作界面。进入这个界面之后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地方。刚刚我们也给客户演示了，就是刚刚打出来的，方框呢，就是通过这边去设置的。现在我们选择的是这个全样视图，也就是说全样视图呢打出来的点呢是576个点里边，就这个正方框。如果我们要打其他的形状的话，可以点击这里去选择的。哦，我们先取消。我们可以点击这里去选择的。我们可以看到，就可以选择好我们要打的这个样式图。这些呢，就是打我们腰部侧边的这些部位，就可以选择这些三角形的。然后中间这个呢是打我们肚脐眼的，因为中间这个圆圈呢，我们可以看到是空白的，它这个圆圈内呢是不打的，不打点的，所以我们在操作这个肚脐眼的时候呢，就选择中间这个样式图去操作就可以了。它打出来的点呢，就是周围有，中间没有，可以避开我们那个肚脐眼的操作的。然后这边的话，这边是我们选择样式图的点数。刚刚我们打的是正方形，我们可以看到正方形上面就是576个点。我们看一下第二个，这个呢是能量强度调节。我们调节的话，通过上下的按键去设置这个能量强度的。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能量强度，能量强度是05到80，我们可以看到05到80的能量强度调节范围，然后下面这两个呢是无法调节的。首先这个呢显示的是我们当前插上的一个探头深度，然后这边是。代表我们这个头现在剩余的一个发数，就是在这里去显示的。然后这边24呢，是说我们调的打点的那个排数。打点排数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杯子上面按照每个点去计算，算的话是24个点。也就是说24排这样子，然后这个排数呢，我们是可以通过，我们界面上面的这一个按键去调节。我们调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调节排数的时候呢，我们击打的点数呢也会跟着变少的，所以，调排数的时候，点数呢也会跟着变少。这个就要根据我们操作临床的时候呢，对客户临床的这个发数的要求去调节了。然后点击第二个，这一些呢，我们客户呢可以不用去理会的，因为这些呢客户那边是用不到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操作界面，也就是刚刚我们说的那个操作界面。这个地方是一个准备跟暂停的按键的，我们也可以通过刚刚我们手锯上面那个开始暂停按键，因为它们两个是同步的，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相当于探头的一个后台，在这里可以显示我们。这个插上的探头以及探头的发数，其实这个呢，我们在操作界面上呢也是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两个。
好，那我们界面介绍的话，就介绍到这里。接下来进行临床操作。操作前，我们需要在操作的部位上涂抹上这个凝胶。我们现在以操作肚脐眼的为第一个区，然后我们选择这个样式图。然后调节好能量，然后点击这个开始。我们把探头紧贴肚脐眼，然后摁下手柄上面的这个工作按键，这个。摁下之后呢，我们就让这个手柄呢在打点，打点的过程中不能就是私自的拿开啊，或者说拿起啊，怎么去操作的？肯定要需要它打完这个点之后呢，我们再移下一个区域进行操作的。打完之后，我们拿起之后呢，我们要操作其他区域。我们要操作其他区域的话，我们选择先取消，然后选择这个全样式图，然后再点击准备。我们刚刚操作完这个肚脐眼之后呢，我们移下一个区域，然后就根据客户的这个肚子的宽度去依次的去选择这个全样式图去操作，然后打到我们腰部侧边的话，我们就可以选择我们那个三角形啊，或者说那个椭圆形的打点样式图去操作的。然后这边呢，这边也是一样，全样式图打完之后呢，我们在全样式图再打一个区，打完之后我们就打腰部侧边的脂肪层了。那我们就需要选择，需要我们就需要选择这个。椭圆形的这个打点样式图，然后再点击准备，然后就打腰部侧边的区域。那打完之后呢，我们这个本次的操作就结束了。